大家好，来，舅舅和大家说一声 hello，舅舅，hello。啊，操！中路能来人吗？中路踢人，踢人冲塔了，很难受，我靠！我可能需要有一个队友一直帮帮我，感觉这个屠夫是喊队友这种的。野区能守吗？他们这一波人不齐的。啊，什么情况啊？怎么这个位置能有两个人在这个位置啊？我的天啊！是的，他们不推，一个塔都不想放，我就逼他们塔，把他们打散，这样我队友有发育，我也有发育，完了有装备了，再用我们的这个装备啊，再打到中后期，我们靠这个打团来翻对面的牌，前期裂没关系，好吧，前期裂只要我们能跟对面拖住，守高地的时候我们就很厉害。有引刀，哎呀，有引刀，这个位置有真假眼，看高了，看着打，看着打。可以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加攻击了，撤回来，撤回来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没有 BKB 了，都是弟弟，都是弟弟，都是废物点心，杀杀杀杀，兄弟们。注意 A 杖屠夫，注意 A 杖屠夫，他没有 BKB 啊，一定要注意 A 杖屠夫，手盾手盾手盾。坏了，我靠，对面人好齐啊，兄弟们，我杀不掉是杀不掉，但下路有军团，上路有丽娜，中路有人肉，对吧？我想着这个塔前的这个丽娜好歹搞得死啊，没想到他后面这么多人在蹲，然后我们这边没有把反手打好。实在单调。看着，扬言冲击，一就相去。希望能够看到。
我靠！搞这么专业，这边有眼，兄弟们，我被抓了。这个位置有真假眼啊，我被这个拉比克给留住了。这电棍就法棍嘛，打法就那一套，哎。杀一个，杀一个，不亏的，不亏的。我十秒活，十秒活，再拖一拖，拖一拖，他没有盾的啊，他有盾，他有盾。这个剑还是可以的，有的打，有的打，我活了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活了。翻到了，可以翻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高二，等高二。打打打，兄弟们，喝汤了。这个宝石很关键，好吧，这把要赢就赢得一手宝石。哎，你走一下，你走一下，可以杀他，可以杀他。啊，杀他，杀他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对面来来来，跟一下跟一下，我回我替了。翻盘了，兄弟们，翻了，就这一波，都得死，都得死，都得死，好吧。反攻的号角他累了，兄弟们，擦针眼，擦针眼，擦针眼，宝石不一定看得到。没血的别死了。买过来了，买过来了。撤退，哎，撤退，撤退。下路，下路。我们一波不了，打打个肉，打个肉，一波不了。先走，先走，别直接开团啊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住，兄弟们，坚持，坚持，再靠了，再靠了，来杀杀杀杀杀！没血回家补，有真假眼擦一下真假眼，拆基地，拆基地，快来人呀！
发了发了，兄弟们，基地。我外卖到了，吃两口外卖。哎，我死了，没人帮。哎呀，我天啊，这个炮！我是实现大王以为棋子，而你呢？什么？不是我中路凭我何德何能啊！我操！他妈何德何能被他妈这么多人干我？nice nice， 下五个人，我操，你这么肥啊！别放指向，别放指向，打他，别放指向。是做点进攻眼，然后拔塔吧。
妈的，那个血条就很难受。啊，推推救一下，坏了坏了，理解。推推看一下我，推一下。羊刀，你要跳到先手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四号位推塔先知啊，好不好？这玩儿新手是不能这么玩的。I'm Sumia，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 Sumia Office。